新年快樂！哇，恭喜發財！難得我哋咁齊人，不如帶翻幾衞生麻雀。好喎，嗱，我半桶水嘅啫，不過，但我唔識嘅。嗱，我都唔識嘅，我可以教你哋噶。你教我，我信你唔過喎。做乜要當我水魚咁湯？唔緊要，我請咗刀神教你哋。劉德華。真係打？完全唔係，去片。麻雀是由五种牌所组成，分别就有童子、索子、慢子、番子和花牌。而童子、索子和慢子分别有一至九号牌，每只童、索、慢的牌式分别就有四只，总共有108只。至于番子方面，分别就有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、发、八七款牌，而每款牌分别有四只，总共28只。而花牌方面分别有梅、兰、菊、竹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八款牌，而每款牌各有一只，总共有八只，加起上嚟一副麻雀总共有144只牌。麻雀玩法是以圈数计算，以四圈为基本单位，如四圈、八圈或者十二圈等等，每一圈都由手局起，四人轮流做庄，直到下一次冬位做庄就是第二圈的开始了。所谓执位就是打牌之前编排的座位，开始前每个人会在麻雀台的四个位置从牌入面抽出东、南、西、北各一只，字面牌向下洗匀之后搭高它再打色，摘到点数之后就逆时针方向感数出点数和攞牌，每个人攞一只牌，如果抽到东的话就可以优先揀选座位，而其余的三家就会按住东位的右手面依照南、西、北的次序坐低。打牌之前，玩家需要将麻雀洗匀，再将麻雀搭高成两层，总共18栋。麻雀每局都有一个庄家，意指该局负责择色的人。第一局的庄家由东位的人择色决定，例如择了10点就会由10点位置的玩家起风，局数亦会由该位玩家开始计起，称为东风、东局。如果择色的人是该局食户，就可以保留做庄家，又称为冧庄。而坐在东位的左手面就叫做上家，对面的就是对家，而右手面的就是下家了。有一点要提提大家，如果上顺子牌的时候，玩家只能够上上家所打出的牌。开始打牌的时候，庄家会负责打色，再以逆时针的方向数起，指出由哪一家前面的牌开始，再顺时针这样摸牌。由庄家先攞，每次攞四只，之后就顺序攞牌，重复三次，直到每个人攞咗12只牌之后，就由庄家跳牌拎两只，其余嘅玩家攞一只。宝花意指一开牌嗰阵，如果手上嘅13或者14只牌当中含有花牌，玩家就需要拎出嚟，由庄家先开始补回花牌嘅数目，跟住再由其他嘅玩家由南位至到北位顺序补牌，而补牌嘅位置就系一开始摸牌嘅牌尾。如果补牌之后再冇到花牌嘅话，就需要话后补，要等其他嘅玩家补完牌之后先再拎牌，之后就会由庄家打出第一只牌啦。食户一般都以黑子、顺子同埋眼所组成。何谓黑子、顺子同埋眼呢？黑子系指三只相同嘅牌，顺子系指三只顺序嘅牌，但系只有童子、索子同埋慢子先能够组成顺子。番子牌例如东、南、西、北或者中、发、白就唔可以作为顺子。而眼嘅意思就系指两只相同嘅牌啦。如果手上嘅牌有四组顺子或者黑子，再加一对眼就可以食鸡糊；若果有四组顺子再加一对眼就可以食平糊啦。食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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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食